萌萌写完作业了，在这看动画片呢。刚才他告诉了我一个秘密，在这个电视的后面发现了100块钱。萌萌，你来告诉我这钱谁的？谁的？我的。谁的？我爸的。你爸的？那你怎么知道爸爸放在那儿了？这是爸爸的私房钱，对不对？看见没，还是姑娘跟妈一条心。这我姑娘告诉我的，我李哥在这偷藏私房钱了，竟然放在电视后边了。咱们一会儿就用这个吃饭去啊。今天晚上我们家里没做饭，萌萌说她特别想吃冷面，然后我也没在店里边拿，所以今天我们打算晚上下馆子去吃冷面去。Hello，咋回来这么晚呢？我去饭店去啊，谁给的？二哥给的，咱俩素下来了。拿了点商量。咱们出去吃饭去，今天没做，出去吃冷面去。可以。快上来。走吧。走。我跑了回来的。这天呢，闷热闷热的，一出来跟蒸笼似的。这车里边更热。赶个饭点去冷面馆，胆儿挺大。而且这么热的天，对，是不是老多人了？没跟你说吗？咱们胆儿大。对。点锅包肉呗，锅包肉冷面。锅包肉一个。谁当家？我宰你！我狠狠宰你一下啊！哎妈，真在天了！那你吃什么面呢？温面有吗？温面有吗？有。温面。玉米的全麦的。冷面，冷面一个大碗的。这个还是这个。这个。你姑娘花钱，你来个高级的吧。28。啊。来个高级的。我再来一个冷面碗。买单，买单。多少钱？80。想忍呢，奶奶不嫁给你，奶奶不嫁给你，爸不嫁给你，妈不给萌萌点了一份她最爱吃的海带丝儿，锅包肉上来了，啊，都来了。这个是高级冷面，28一碗的。我看它里面有啥呀？这个碗挺高级。啊？碗挺高级。没有什么区别呀，牛肉可能多两片。那牛肉多一片？哎，不是，多了好几片呢。啊，你看。我忘了跟他说不要辣椒了。我点的这个是玉米焖面，我们延吉的两大特色面，今天在桌上都吃了。这么多，一个是玉米焖面，一个是荞麦冷面。给你加点锅包肉，这样泡着吃可好吃了啊。哎，这是丸子，要不要？丸子。来了哦，好吃吧？啥玩意儿？你姑娘请客是不是香？姑娘给我刷的香。老筋道了，这面。我这是高配版的拌玉米面条，汤面里边挑出来的拌的酱，然后还有锅包肉，还有牛肉。吃饱了吗？哪把的？走吧。哎，真不愿出来呀、啊？太闷了。我看这屋里凉快。爸爸，谢谢你今天请客。当然我谢谢他今天请客。我没有钱，你付的吗？不是，你要让我报销啊。他说谢谢你请客啊。啊，他让我报销。我也谢谢你请客。妈，谢谢你请客。因为我是拿着20块钱来吃的。我拿多少钱？看视频，待会儿看视频就知道了啊。看这个视频。咋的呢？啊？咋的呢？没咋的，就谢谢你。安排这么好的冷面，咋回事？没咋回事。